Thank you.
欢迎欢迎。你才大。你怎么在说你说那个？这次的聚会嘛，我们就邀请了哈，第一次来的来介绍自己，也讲几句话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志愿的来，自动的来，第一名，我叫名的，陈春富来呀、啊。中午已经过了啊，我觉得很高兴今天我能够来参与我们的同学的聚餐哦。在此我看到很多的新面目，但是还是我们的老同学，但是我名字老老实实的讲，很多都记不来了啊。在此我也很想我们的这个组织的 committee 啊，年年都能够主办这个我们的同学的出席的这个聚餐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谢谢。我是梁秀玲，我以前是学校的篮球队的，但是今天是第一次参加，我们祝大家身体健康。我也是在中统的啊，我也是来参加了，祝你们大家健康啦！我是不会讲话，我是以前是玩具的啊，我参加很多活动的，谢谢你们啊。
首先我要谢谢各位同学们的热烈参加这个我们的聚会。我们已经62岁了，可是在我的心目中我不是62， I'm not 62， I am 18 plus 44 years of experience. That's it. Then you say life begins at 60. 我认老大家彼此彼此啫，都系957啦，冇咁老啦。 OK， 还是那一句话，还是非常谢谢各位的同学们，很多已经失联了44年的同学，今天也在第一次重逢啊，我可以用这个字吗？重逢，真的是重逢。44年之上的很难，真的是很难去找回这段友情。可能以前我在学校时候很顽皮，所以很多人都认识，也很多人我都不认识。不管怎么样，今天的聚会我相信是非常的成功。聚餐的时候，也希望你们能够踊跃的参与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OK，Mr. Eric Zhao is ready to perform his music. OK.The floor is yours. 大家下午好 ，Ladies and gentlemen. Hello. 拉杠朋友，后面的朋友听到吗？听到吗？大家都是尊孔的毕业出来的同学啊，我也是，我是尊孔独中的。那我妈妈、爸爸妈妈在这边，雪梨吗？秋也是在这边，也是他就是看到大家这么开心，就叫我过来唱两首歌给他。Oh,
Thank you. Thank you.